Hey, 各位好，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。 那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轻松拍出长腿照。那我会教大家两招绝招。第一招呢，就是开启九宫格黄金比例，不要让它再这样子拍，这样拍的话人脸会变形太严重，你要让它在画面的两格下方这样子，这样子拍的话腿看起来会更长，然后用平视呢或是俯视的话呢，看起来角度会比较长。那第二招呢，第二招就是超广角无极限，我们把相机开到超广角模式，然后靠近一点，也是放在下面两格。好，来哦，一二三，好，我们利用超广角的透视变形呢，也可以让脚看起来更长，把它放在角落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下一张，一二三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轻松变长腿教学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那喜欢的话呢，欢迎分享给各位朋友们。我是兴趣传的摄影师 Enzo， 谢谢各位，拜拜。